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都说钓鱼需谨慎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意外的事。男子趴在岸边投喂鱼儿，没想到水中大鱼一跃而出，直接将他的手臂吞入口中。幸好围观群众眼疾手快，否则男子就被大鱼给整个毙了。这两名男子从海里捞出来一条大鱼，感觉很凶狠的样子。玩性大发的男子决定测试一下，他将手臂直接伸入大鱼口中，大鱼也毫不客气，直接一口咬住。后悔的男子怎么用力都扯不出来，最后只得拿棍子将大鱼的嘴给撬开。这下他可长教训了吧。不少人在大鱼身上吃了亏。男子来到河边玩耍，看到水里游动的巨型面鱼，感觉有趣的他伸出手挑逗它。正当他接起水中的面包喂面鱼的时候，惊险的一幕发生，幸好男子及时反应，不然半个手臂可能就没了。可不要觉得鱼儿好欺负，他们发起火来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哦。